第五十六届天使金钟奖，第六十年终于就会举行颁奖典礼耶。因为客家电视台总共有十七项作品入围，今本年呢同天光年两日就会来连带推出客家金钟那列专题报道。一下之前，我先来看到的是全台湾头一出用高中五子篮球做主题的电视剧《西门双重》，今年一百周年毕业五台奖。除了讲戏剧节目奖以外，还入围的导演奖、编剧奖同女主角奖，同有闪亮的新人奖。人家讲哦，也是的色彩当强，同其他体育题材的电视剧。第二条呢，就是同角色设定起早头西来成风，也就是个导演吴宗瑞激动欢喜，也就是放松出去过后，就同篮球圈得到动态的回响。今日请其他五只篮球议题做得持续得到大家关心。真英雄的带，卡住，你都会滴哦，一组的练习，老甲组系完全无办法比的哦。客家电视台戏剧《西门双重》讲脱高中嘅一群篮球员勇敢对前篮球梦，一台热情、友情同胜利。我做咧高球，我做咧第几条？打一百球，我真经常去打球，我真运动家，无球好打。也经因为天使金钟戏剧节目奖，又重现1980年代台湾的历史剧《天桥》当的起始时，家庭戏剧《爱的感应》也为安定影响。主要讲宠物沟通、五秒底前，通过别人先出名故事的漂洋过海来爱你，讲篮球、教研同五线的社会双创题材当特别，也办每一位的金钟奖戏剧节目奖。大家都拍男生，不只是男生的运动跟男生的篮球，我觉得 CMA 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应该也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跟记录下来的。你口吹，教练讲嘛该就嘛该，无按多意见啊，无枪用，啊你为你为打球啊，你为打北球啊，讲我像无念书诶，放天诶，放天来，你怎变好安尼啊？剧中演教练的蔡佳怡，当众的巴掌扁在学生的面孔。其他不讲，暗奥的演出，先前完全无排练，挑战次演演出。本人上巴掌的高千怡，是一位真有实力新人奖。伊上阵巴掌扁过来，个哈，几上人都吓我诶。那时候因为很生他的气，所以就准备要离开。可是又想跟他讲说，那时候就是他不在，我们有多少的委屈这样子，所以一口气就是很生气的讲，就是骂了他。然后结果那没，他就直接这样打我一巴掌。然后那一场戏，我觉得是印象最深刻的。病学生的再个家下，竟咬定再顺，又强又唔怕的心情，全部表演出来咧。前面电幕在一出戏，表现出真实的情感。蔡佳妍会同孙淑咪、钟炫莲、孙可芳一道，直立当成的演员，向下来争取金钟奖、金甲女主角奖。不过对蔡佳妍来讲，演出一出戏，身体的挑战系演员。合法的艰难的，韩国人台词动作啊。真言动作讲一分钟、两分钟的台词就很长啊。根本演做得熟，不过绝对爱记得养得当辛苦。用圆通做主题的四妹上场，演员要当有名，不过拍摄成不花，要当有挑战的气氛。本片是唔同观众印象就当成，而系出现为戏剧节目奖、戏剧节目导演奖。戏剧节目编剧奖、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同戏剧节目亲友实力新人奖五项大奖，系亚嘅天使金钟奖，大家都冇想到嘅。下个新闻是用尊副分子台北报道。